职篮圆梦之旅选秀测试 ，Let's go。基本身体测量的，就是摸高、臂展。OK OK， 体重好。臂展、身高跟站立摸高。好，有70。靠，没长高哎。等下双手摸我们展开，达到最开的。好，83。88。好。83+88是吧？171。OK， 好。单手的是216，站立摸高。碰到了，90公分，原地90。好。那我们顺利的参与了2023台湾运彩 T1 联盟的选秀测试会。那这个 T1 联盟的选秀测试会其实还蛮重要的，就是让这些球员在进入联盟前，那这些教练们啊，让他们有一个体能的数据。那下午也有一些篮球上技巧上，还有团队合作的一些考验。那我们结束了早上的环节。那我自己每次看到这样的选秀，其实都是充满热情的。因为其实如果你是有篮球梦的人，这个选秀对你来讲非常非常重要。那我自己在训练的方面，其实我对于这些体测项目也是非常的擅长。那今天可以去参与这些选秀体测项目，其实我觉得还蛮开心的，因为可以跟这些年轻的球员一起，感觉我又回到那种大学时期有篮球梦，想要进入这种职篮的那种热忱。